加利巴电话剧《幸福兑换券》日前盛大举办首映会，为一位原来被率领众演员齐聚一堂，吸引大批粉丝到场。能近距离看到偶像，真的是最幸福的幸福粉丝。你们大家期不期待？就明天几点要看三立？八点。那东森呢？十点。要看哪一部戏？很棒，对方什么？好 ，OK， 我现在是那种中文老师了，被纠正好多好多次了。明天就会看到。谢谢。谢谢。人气保证，新戏收视果然不用担心。而令人最关心的还有世元界和翁子曼继《我的自由年代》后再次搭档，他们究竟能否顺利配对成功呢？我觉得其实在这部戏的挑战，很不一样。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世元界。然后继《我的自由年代》之后呢，人为一直没有办法追到他心目中爱的人。对，那希望在这一部戏，我当宅男。旁边这位是宅男女神，希望可以在这部戏拥有我的春天，好吗？突然告白的感觉，话题性十足的《幸福兑换券》已经上档，久未演出华剧的胡宇威，戏剧能量即将一次大爆发，千万别错过三立都会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最新华剧《幸福兑换券》喽。